这四种不利的因素都是我们夏天最容易造成我们肾脏损害的因素。看似不起眼的习惯，却引发人体肾脏衰竭。平时就是容易感冒，肾脏已经纤维化了。炎炎夏日，如何改邪归正，巧用夏日治肾病？专家现场指点迷津，教授防治方法，助您找回健康。敬请收看《中华医药之肾病夏治》，事半功倍。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华医药，欢迎您收看。说到冬病夏治，我们都会联想到哮喘啊，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老寒腿啊等等这样一些疾病。 其实啊，在冬季容易复发和加重的疾病都可以算作冬病的范畴。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肾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尤其到了夏天，人们很多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常常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从而造成很多肾脏疾病的多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养肾护肾呢？防治这一类肾脏疾病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讨论这个话题。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两位专家：王刚，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博大肾科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吴勉华，江苏省中医院主任医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了哈，呃，我们这一期节目和肾脏有关。 另外，我们这期节目还和这个节气相关。我们说到冬病夏治了，是吧？哈，说有一些疾病在这个夏天治疗的时候就容易事半功倍啊。我们一讲到疾病啊，就很容易要讲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啊。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屏幕啊，这是一个问题啊，问问大家，就是说在下面的这些情况，你看。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和这个节气密切相关哈，我们用空调的时间很长。另外，暴饮暴食，还有熬夜啊，夏天人容易热嘛，睡得也晚啊。如果再加上暴饮暴食，这是一个习惯。还有就是贪冰凉，这个也是我们夏天经常吃冷饮，好像是夏天必做的一件事情哈。啊,啊，他讲到特别讲到了喝冰啤酒、吃海鲜啊。另外还有一个经常憋尿，这可能。 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习惯啊，那么这样一些我们说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里面，哪一些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健康？啊？我选择二和四，啊，就是暴饮暴食加熬夜，还有经常憋尿这个习惯啊，会对我们的肾脏不好。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好，来，您来，我选这一，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对，啊，您觉得在这样寒凉的。 环境下对我们的肾脏也是不好的，是吧、啊？哈，啊，还有没有选择？我们看，就三没有人选择，是吧？有吗？啊，您，我选择三，嗯，就是贪冰凉，吃这个冰的东西，是吧？对对对，啊、嗯，喝冰，喝冰哦，您<酒>、哦、还特别就哦，喝冰啤酒吃海鲜，对，这个您您自己本来也是知道的哈，这个不好的对肾脏是吗？对对对，嗯，其实我们列出来的这四种情况，我们现在的几位观众都选择了啊。嗯 到底哪一些情况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肾脏？我们这个答案一会儿再揭晓。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相关的短片。今年五十一岁的吴先生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说起他的患病经历，还得从十五年前说起。二零零一年，就是发现就是这个腿肿，腿肿不舒服，人感觉到很疲劳。 然后他到第二天，第二天起来以后，他就推拿，他就消肿。由于繁忙的工作加上夏天闷热的气候，让吴先生无暇顾及身体微妙的变化。即便有点空闲，也躲在家中享受清凉。实在感到不舒服的时候，就采取这种方式来缓解。直到三个月后的某一天，吴先生彻底坐不住了。 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他总的就不消了，就慢慢慢就睡觉起来就不怎么消了，然后感觉到就是平时就是容易感冒，感冒他一个症状感冒感冒了他感冒个几天了，你不吃药了他慢慢慢又会好，然后呢你要不看了感冒是，他慢慢他又会感冒，感冒他你要再不注意看了受凉，再不注意了你再受凉以后呢，他容易发烧，然后呢就感觉到小病，小早晨起来小病的时候。 泡沫也多，颜色也很深，就是跟跟他正常小便那个颜色不一样。相对吴先生来说，眼前这位行色匆匆的女士，除了感到疲劳腿肿之外，她却还有一个更让人费解的症状。单位体检的时候，然后发现了就是血压高，然后因为当时很瘦嘛。 只有一百零二斤，就觉得不可思议，就到医院去查。然后医生他是照例的就问：“哎，你们家有没有家族遗传啊？”那我说：“我爸我妈也是高血压。”然后医生就说：“那你可能是家族遗传，也没有再去进一步的，就开了一个高血压的药给我吃。”钱波，一名旅行社的职员，由于职业的原因，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除了高血压之外。 平时经常感到有些疲劳、腿肿，不过钱女士完全没有把这些症状放在心上，可能也是自己不重视吧，因为也没有上午，也没有抽不出时间上午去排队看病，就这么一直拖拖拖。后来，呃，有一个事情我记得蛮清楚的，应该是一二年的八月份、九月份那年夏天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上厕所。 然后就觉得泡沫有点多，我当时还开了一句玩笑，我说，怎么像啤酒一样的？然后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然后但是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到了一三年的四月份，我最后一次出长差，就开始脚肿的，已经是第二天上午起床，那个脚还是肿的。然后但是就没还是没在意，真的是没在意。 短短的这半年时间，可以说是钱女士生活的缩影。不是出差，就是在熬夜加班。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也因此养成了经常憋尿的习惯。除此以外，暴饮暴食也成为附属品。 因为我们晚上是这样的，你跟欧洲对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钟上班，但是呢，他是到七点钟才下班。下了班，如果我们跟美洲地区对接的时候，就要到晚上十点钟才上班。这一坐就要坐到凌晨一二点钟，就造成了自己会暴饮暴食。我们关注到没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前面在问大家那几组问题哈，有没有会对我们的肾脏健康会有影响？然后我们看到好像两个人。 都会有一点沾边啊，因为有一个是贪贪凉，待在空调房里面；有一个是由于这个职业的关系哈、啊，不得不经常的熬夜加班，而且有憋尿的现象，还有暴饮暴食的现象哈、啊。下面我们问一下王教授，嗯，这样一些，也就是您现在也可以顺便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就我们前面列出的那几种生活方式或者是习惯，啊，会对我们的肾脏有影响吗？ 就是说，这四种方式，这四种不利的因素，都是我们夏天可以造成我们最容易造成我们肾脏损害的因素啊！因为这个从前面那个姓吴的那个病人中间呢，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在我们夏季的话呢，就不应该过分的贪凉，因为我们经常跟病人讲，不要太、太、太太贪凉啊，因为贪凉最容易引起的就是一个。 感冒，我们夏天肾脏病病人的话，他有个特点就是怕冷。那么我们夏天治疗肾脏病好处，也就是病人的皮肤毛孔周里它开了，那你不能人为的用空调再把他的毛孔给收缩起来。这两个病人，特别是前面那个男病人，他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反复的感冒，这是导致他。 肾脏病的发生或者加重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是这个两个男女都是一个疲劳过度。所以我们第二点就是强调一点，在夏季不要过劳。那疲劳过度以后的话，它伤脾伤肾，导致血压的增高。那么这些血压的升高，也有可能就是本身我们肾脏疾病。 导致了患者的血压升高，这个时候他劳累以后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第二点要求就是在夏季的时候，不要，特别像这种三伏天，不要过度的劳累。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不要贪吃，就是那个女同志啊。 他也贪吃，他怎么贪吃呢？他是跟欧洲时间对接的话呢，他倒时差，就是这个时间的这个对接的时候的话，就是我们不主张晚餐跟夜宵的多吃。刚才那个听众，他本身体型比较胖，啤酒加海鲜，他一个夏季吃下来，他这个体重又可以再长，腰围再长再长一圈。如果说尿酸高的话，啤酒加海鲜，马上痛风就发了。 就是这个啤酒加海鲜，实际上我们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是会痛风啊，很多那个痛风的患者是绝对不能这样吃的，一吃就会发作啊。那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肾脏疾病，它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肾脏带来损害，是吗、哎？这个您分析的很对呀，嗯、就是我们啤酒加海鲜，原来尿酸高的就引起了痛风的发作，痛风的反复发作就引起了我们肾脏病，叫尿酸性肾病。 哎，而这几年中间是非常多、非常多。第四个方面，憋尿。夏季这个时候大量的出汗，你在一边尿，女同志的尿道、妇科的炎症，包括肾结石，它反复的发作。所以这四点的话，对于这个肾脏病病人来讲，或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讲，都是在夏天是一个不利的因素。那么刚才从我们这个短片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对于肾脏病病人要注意的就是，他们共同提出来了这么几个迹象。第一个的话，他们的浮肿，刚开始见到腿上肿，肿了以后的话，他到后来第二天，普通的肿到第二天他就消了睡液，他们都不消退了，这是肾脏病的一个特征。还有一个，他们两个人都是反复的一个感冒。第三个的话。 相当的疲劳，拖不动了。啊，第四个的话，他出现了一个高血压。嗯、啊，第五个的话，就是这个女同志，她这个忙了以后，她又喝水少，又憋尿，尿道妇科的一个炎症。那么，所以针对着他们这些几个方面的这个情况，在他们这么拖延疾病以后，等到发现的时候，他们都到了一个肾功能衰竭。 那个第一个的男病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的性格很平和，你看得出来。所以他这个十几年、十七年，这个肌酐这么高，两百三百多，一直稳得好好的。现在在两百多的肌酐，他主要归结于的就是说，他后面他不再过度的劳累了。另外的话，他夏天的话，他保暖。 就是说，尽量的不开空调，或者他把空调打一打冷以后，他就关掉了。第三个方面的话，他坚持在冬天的时候，他把这这个血肌酐肾功能坏的明显，他到夏天的时候，他就来贴贴贴三伏贴，泡泡澡，就把肌酐就稳定了。那个女士呢，她的主要特点就是说，她在夏天、冬天，她把血压血压控制的很好。 啊，另外的话就是说，它容易发鸟路感染，那么我们利用中药的话来补肾来清理以后呢，它鸟路感染不再发了。第三个情况下面的话呢，它冬天的时候很冷，那么它呢就到海南去过冬，那么夏天它高了以后的话，通过这么夏天的治疗以后，它又把它在高的这些肌酐把它稳定的降下来。所以这两位给我们提示一个这个。 发现他的病因，及时的针对他的病因，利用夏天的这个这个温热的这个天气，对病人有利的天气，我们积极的去治疗，把他的肾功能稳定好。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年轻人确实生活方式不是那么健康，工作压力很大，然后呢，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会腰酸。那么我在网上也查了一下，那么。 呃，肾亏是会引起腰酸。那么，像我们年轻人这样的情况，属不属于肾亏？然后，另外，长期的肾亏会不会发展到慢性肾衰？嗯，吴吴教授啊，您来回答。好的，主持人。嗯、这个肾亏呢，中医来认为呢，也就是肾虚啊。他这个临床最常见的这个阵型呢，主要是。 肾阳亏虚，病人呢经常会表现了脸色苍白、腰腿啊这个酸痛，以及呢气短乏力、阳痿。另外呢还有一种肾阴虚的临床表现，这病人表现为呢五心烦热、潮热、盗汗、口干、舌燥、肾虚呢。 虽然有轻重的不同，但是肾虚中医认为一般不会发展为肾脏衰竭，是两个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肾亏、嗯嗯、实际上面是肾脏和它相关脏器的一个功能减退的一个综合的症状，啊，它不是一个器质性的病变，而肾衰竭。 它是一个器质性的病变，那么它是一组肾脏肾小球功能回损，影响到肾脏的一个排泄和内分泌等功能障碍所出现的一个症候群。那么肾衰竭是一个器质性的病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如果说我们不积极治疗，就会发展到尿毒症。 王教授说到尿毒症，我们来看一个相关的病例。这位正在忙活的小伙子叫黄武昌，今年已经二十九岁了。别看现在的他生龙活虎，您绝对想不到，在十五年前他都准备接受换肾手术了。不过，对于当时年仅十四岁的黄武昌，完全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 医生当时讲说：“你这个小孩这么严重，一量血压呢是血压高的害怕人，那时候高压高到两百，最高高压两百八，低压好像一百七，说这小孩肾脏可能也问题怪严重，最后呢说可能要移植。”由于父亲常年在外，疏于对黄武昌照顾，寄宿在学校的黄武昌养成了一些坏习惯。 我们是住在学校那个呃私人学校旁边私人，开那种寄宿寄宿那种啊，呃他们家是一个二层楼，二层楼呢就是上面一个楼稍微小一点，一个楼梯可以上去，我们会跑到楼顶上睡觉。天热，天气热的时候，我们跑到楼顶上睡觉、啊。就是就是呃露天铺在凉席还是怎么？呃铺铺着席子，然后卷着一个小被单，哎就这样的就上去了。每到炎炎夏日，黄武昌就会跑到楼顶睡觉。 日积月累，倒也习惯了。谁知一场意外的感冒受凉，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应该是受凉完了之后，吃感冒药，因为当时我们那是啊、呃、乡里面乡中学，啊、呃、乡里面呢就是吃很正常，吃拿点感冒药吃吃，就是一个礼拜没吃好啊、呃，第二礼拜还是有这种症状，就挂水啊、呃，然后也没怎么好，一边挂水一边吃药，打一。 自己一个人在家上学，有那十几岁小孩又不太懂，不太不太注意，就这样持续持续。我估计有个，呃，半个月样的样子，啊，还是这样子没弄好。不仅感冒一直不见好转，黄武昌还出现了视力下降的症状。家中的姑姑赶紧通知了黄武昌的父亲。我在这边做生意，他在家跟他姑姑在家上学，那时候住校，每一个月才回家一,一天，哎，所以呢，他假如说小孩生病了。 视力下降，感觉上课黑板看不见，啊，不往前眼眯着不容易看见，啊，再往后就麻烦了，就是走路嘛都是，感觉前面看东西人人脸，啊，很模糊看不清楚，哎，觉得不对劲，啊，就打电话打电话啊给我爸爸，他说我就说这个感觉身体不舒服，而且乏力，视力就是下降的很快。心急如焚的父亲迅速回到家中。 从此，父子两人走上了漫漫求医路。回家过以后呢，就是我说在这分阳没法瞧，我们赶紧到蚌埠，就是蚌埠淮北医院，就是附淮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到那地方一一查的话，就讲现在这个肾脏已经纤维化了，呃，这个血压也高，而而且呢，就是在那也说血压一高了呢，讲那个又说胡话，蛮吓人的，哎。 最后，人家下的病危通知书，叫住院，就讲要移植。但是，昂贵的治疗费用让父亲犯了难。几经打听，最后选择了中医治疗。如今，黄武昌不仅成婚，而且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们看到这个小伙子在十四岁的时候，哈，很年轻的时候，他这个。 好像进疾病进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当时十三岁的时候发现了这一个肾脏病，就像主持人讲的，它发展非常快。那么我们从这一点上面，实际上面就要体要体会到一点，就是说，他一下子发现到尿毒症的时候，他在之前肯定会有很多我们没有注意的这些症状，就是。 我们每年都有五六十个尿毒症的病人，一来发现就已经是尿毒症了。那么综合他们的话，他们在前面几年中间都有以下的这些症状，就包括像刚才两个病人的一个共同特征：第一个，小便泡沫多，就像刚才那个女病人讲的，就像啤酒水一样啊。第二个就是。 他早上是眼睛肿，下午呢是我们的腿上肿，而且他这个刚开始是他睡一夜就消掉的，他后面的话就不消掉了，那你要考虑他这个就是肾脏病来了，啊，那么第三个情况下面的话，前面三个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相当疲劳。 在一个阶段中间，他们会很疲劳。譬如说，同同年纪的人，他就觉得这个阶段他爬楼梯都没有力气，爬不上去，很累。这个要注意。第三个，第四个，三个病人又给我们一个特征，就是反复感冒。这个感冒可以引起肾脏病，也可以加重肾脏病。第五个的话，就是呃，小王提出来的，就是他们一下子血压高了。 啊，那么这个血压是我们肾脏病的一个晴雨表，你见到血压高了，你就要想到，你是不是肾脏引起的血压高？啊，不要单纯是你家属遗传的，啊，这个钱女士就是这样误诊的。刚开始医生讲，啊，你家里有高血压，你这个就是，就是这个遗传的高血压。那实际他这个高血压，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他那个时候的高血压就是肾脏肾衰竭了引起的高血压。 那王武昌就不对了，他就是低压都到了一百六、一百七了，眼睛都看不见了，啊，那么这个第六个的话呢，就是腰部它不是像这种这个腰肌劳损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那种疼痛，它不明原因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疼痛，或者是一种空痛，就是一种虚痛了。那么第七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早期的时候没有症状，一个小便泡沫多，一个他晚上小便，平常像小年轻晚上是不起的，或者起一次夜。那这个小年轻如果晚上起两次、三次夜的时候，你就要想到了，就是他的肾脏出现变化了。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就是他到了一个肾劳了；西医讲呢，他的肾小管受到障碍了，所以他晚上的夜尿多。那么。 尽管说看到了这些症状，我们提醒大家，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到医院去做个小便常规，做个肾功能。那么从王武昌的整个治疗的这一个情况，因为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慢性肾衰竭，就是蚌埠医学院医生也说，你们他的肾脏是纤维化，来了以后的话，他肾脏也萎缩了。 但是他是在一个积极的发展到了一个尿毒症，经过我们积极的治疗以后呢，他病情缓解了，摆脱了血透，避免了移植。但是，在这一个十几年的过程中间，我们病情稳定以后，一定要进行巩固治疗，因为肾衰竭、肾萎缩。 真正坏掉的肾脏，它是不可逆、无法回转的。我们只能够利用我们一方面，我们刚才讲的夏天的这些不利因素，我们把它去掉它。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早期去发现我们是不是得了肾脏病，或者得了肾衰竭，那么。 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得了肾衰竭以后，经过积极治疗以后的话呢，就像前面的两个这个吴女吴吴吴同志跟钱女士跟黄武昌，他们肾衰竭稳定以后，能够十几年，这个十几年的话，你一定还是需要积极的去治疗，特别是到了冬天。 这个肾脏，他肾脏就是一个虚暖怕寒的，然后的话，到了冬天他加重，那么我们到了夏天的时候的话呢，积极的把它再治疗。像王武昌就是这样，他冬天的时候现在还要吃四种五种的降血压的药，那么我们夏天的时候他可以少吃一点，我们夏天就把它肌酐就给他降下来。冬天没办法，他升又升上去一点，就这样子维持了他十几年。对一个孩子维持十几年，他可以结婚。 生孩子，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这个是太重要了。王教授讲完了之后，我们会更觉得，呃，有一些疾病的这个早期的判断，还有预防会特别的重要啊！一旦发展成疾病以后。 呃，刚才那两位前面的两位患者，因为是王教授那儿的患者啊，已经我们听到十几年的病史了啊，我觉得是非常绵长的这个耗损哈、啊，所以我们来回过头来，我们讲一讲这个，因为和这个节气有关嘛啊，中医有一句话叫春夏养阳啊，那么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利用这样一个节气，怎么来更好的养肾护肾？吴教授，这个我们中医所讲的春夏养阳。 实际上，阳呢是人体的一种能量和动力。一般呢，阳虚的时候呢，它推动这个血液运行呢，功能呢就差。夏季呢，应该说是一年四季当中阳气最为旺盛的季节，而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人体内阳气呢最充沛的这个时机要是在这个时候呢， 最容易清除我们人体内的一些毒素，中医呢叫寒凝之气。这主要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中医所讲的天人合一的这个理论，就是顺着四时之气来进行调理，也就是我们冬病夏治，为什么能取得这么样？ 好的效果的一个道理。冬季对于我们刚才的肾功能衰竭的病人的话呢，也是一道坎啊，因为这个冬季的话呢，怕肾脏的话呢，呃，怕冷啊，肾主之封藏之本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大自然的环境的话呢，这个由于寒冷以后呢，导致我们皮毛皱里呢。 毛孔的收缩，收缩以后的话呢，两点，第一个的话呢，毛细血管收缩以后，它血压升高，嗯，所以对于肾脏病病人来讲，和其他的冬病夏治的病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它在冬天的时候加重，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刚才吴校长讲的就是我们利用了夏天的这个这个真夏三伏天的一个。 阳气旺盛的这么一个季节的特性，内外兼治。那么，这个内外兼治的这个方法的话呢，我们在治疗肾衰中间有很多，这些肾脏病病人啊，他都到了夏天他都没汗，那我们夏天就让他泡一泡澡，用中药发一发汗啊。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在三伏天。 是用外敷、用穴位贴敷来治疗尿毒症。这个在贴三伏贴、肾病贴的时候的话呢，我们要注意这么几个情况。第一个的话呢，穴位的话呢，这个要选择合理。你比如我肾脏病中间的话呢，我们一般最常选择的穴位的话呢，第一个足三里，第二个穴位的话呢，我们就选择一个肚脐眼，就是一个。 一个肚脐眼，我们中医讲叫神阙。第三组穴位呢，我们选择的就是肾腧这个穴位的话呢，主要是起到的是一个补肾排毒的作用。我们就是头佛、中佛、这个末佛，每每个佛来贴一次。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实际上面的话呢，就是整个夏季从。 夏至开始到白露结束，这一个阶段中间的话，我们都可以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也可以一天隔一天的进行贴，同时结合其他的一些内外兼治的方法，把此疾病的治疗效果呢更加的提高。谢谢你。刚才我们。 呃，王教授在这个现场给我们演示了一下这个冬病夏治，就是在这样三伏贴里面，对于肾脏病患者哈，这个穴位贴敷疗法。嗯，那么下面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道非常适合慢性肾衰的患者来食用的药膳，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这位走在田间地头的老人叫邹艳琴，每到玉米丰收之前，他总会来到这里索要一种村民都不要的东西。 我这个须还要采，采你看那个须都可以采，啊，都可以采，哦，再见，谢谢你，哦，没事没事，谢谢谢谢。看这个，踩这个，好好好，这个是，这个不要，嗯，大的，这个。这村民都不要的玉米须，老人家为什么还大费周折寻觅呢？吃完了再吃那个碗。这还得从老人的父亲邹云祥教授说起。据邹艳琴回忆。 父亲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展开了中医药治疗肾病的研究，并且担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医师三十余年。自幼就随父亲行医的他，对于父亲的教诲只字不忘。如今，虽然年逾八十，说起这些保健方法还是津津乐道。这个方子呢，一共三味药，第一味药就是玉米须。 第二味药就是丝瓜络，第三味药就是芹皮。做呢就是三种药，哎，加起来，哎，放到瓷罐里头，啊，加了水，你煮，在火上煮，煮一刻钟左右就行了。你倒出来喝，嗯、然后喝掉了以后，再第二道、第三道都可以，再加水煮第二次、第三次。 每天就平平而已，当茶一样喝。除了这道玉米须代茶饮之外，邹老在传统配方的基础上，结合夏天大家都喜欢吃的西瓜，制作了这道药膳，也是补充肾气的不错选择。首先，那冬虫夏草是吧？呃，三克到五克就行了。啊，这个鸭子啊，那么五五百克到一千五百克。 就要看西瓜的大小了，西瓜大就多一点，西瓜小就少一点。那么西瓜一个啊，西瓜一个大小呢，根据你家的蒸笼，你蒸笼大你就买大的西瓜，蒸笼小一点就买小的西瓜。那么除了虫草啊椰子西瓜之外，准备了其他还要准备一些佐料，就是生姜啊，我们用三克到五克，葱啊。 啊，两根到三根，啊，然后再用一点优质黄酒，我们用十五毫升就行了。其他呢，有少量的糖，少量的盐，啊，还有一些那个放一点点胡椒啊，啊，这些。准备好这些材料后，先将切好的鸭子放入沸水中汆透备用，然后在西瓜蒂处。 切开茶杯大小的口，取出瓜瓤，将鸭块和虫草一并放入瓜壳内，加水淹过鸭块，最后把切下的瓜蒂盖在西瓜开口处，用竹签插好，上蒸锅大火蒸两小时，直至鸭肉酥烂即可。大家看这个短片，里面这个邹老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医。 专家啊、嗯，我们下面请这个，呃，王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两道药膳。第一道简单一点，第二道看着挺复杂的啊。嗯，这个第一道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这几年中间的话，这个尿酸增高引起的痛风和痛风性肾脏病、痛风引起的肾功能衰竭，呃，这个五年当中越来越多。那么。 这个周老介绍了他的这个降尿酸的这个方子，是我们非常实用的。这个在我们农民家里面都有：玉米须、甜头、嗯、丝瓜络，就是老的丝瓜精。嗯、我们南方插澡的时候也用这个丝瓜精，嗯、就这两个，如果说降尿酸，你想效果再好一点，就加那个芹皮。嗯，这三样放在一起，是我们。 降尿酸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嗯嗯嗯、那么第二点的话呢，这个虫草炖老鸭，嗯，这是他在冬天进酒以后，一个酒吃一个一只鸭子，鸭子肚子里面放虫草。那么他到了夏天以后，他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佛季十天吃一个这个虫草西瓜老鸭，就是。 把这个原来是把虫草放到了鸭子的肚子里面，他现在呢用了鸭子跟虫草呢放到了我们西瓜的肚子里面，那么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一个清除、补肾、利水的作用。嗯，特别是周老的父亲这么多年来，实际上面的话，我们感觉到就是有一张最珍贵的处方。 您说的这个很珍贵的这个方子，也是针对慢性肾衰患者的吗？嗯，这个不仅仅完全是针对慢性肾衰的方子，但是我总觉得这是除了我们辨证方，就是辨证论治的辨证方以外，嗯，最好，同时也是最贵的一张方子。那么、嗯、这张处方呢，总共有三味药，嗯、第一位的话呢是冬虫夏草，那么。 这个就是您刚才讲的，它是主要治疗肾衰的。那么第二味药的话呢，就是西洋参，它是一个补气生津嗯的一个代表药。嗯，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藏红花。那么藏红花的话呢，就是活血化瘀的代表药。它们组合在一起。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比例呢是三颗西洋参，嗯，两颗虫草。嗯 嗯，零点五克的藏红花，如果好的藏红花，我们可以少一点。那么把这个三分组合起来，起到的作用呢，就是补气、益肾、生津、嗯，身身嗯活血化瘀。那么怎么个这个蒸煮法子呢？我们把这三味药放到这个隔水蒸的一个蒸锅，那么隔水蒸、嗯、蒸上个。 一到两小时。嗯，呃，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您说的隔水蒸出来的，也就是说，刚才的这个配量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加水的，是吧？哎，我们啊，那个水的比例是多少？我们我们就在这个碗里面就加半碗水，这、嗯、蒸锅里面加半。 因为碗有大有小嘛，啊，大概我们刚才的那个没,没,没,没关系，就相当于这个这个这个杯子的这个三杯到四杯的水，然后的话，这个锅子里面周围再是再放入水以后蒸一到两小时，然后的话，我们把它倒出来，因为这是第一浇，第一次蒸的比较浓。 那么第二次它就淡了，因为第一次的话，藏红花的颜色、虫草的颜色、西洋参的颜色都出来了，嗯，这是最浓的。你可以放第二胶、第三胶混在一起吃，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单独，就是吃量少一点，也可以慢慢的增加。这样的量蒸几次？可以蒸三到四次。三到四次，哎、嗯，嗯把它<的>。嗯 可以混合在一起，混合也可以，单独也可以。嗯、然后这个完全蒸出来的颜色成白的了。嗯，把虫草就就吃掉，其他的就扔掉了。嗯、大家说这个是贵的处方，那么还有便宜的处方，嗯、比如说我们把控血压控制好了就吃大黄，那么用大黄抢救尿毒症，这也是中医治疗肾肾功能衰竭的特色。比如说现在的天气很热。 那么，如果血压高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西洋参去掉一点；如果是肿瘤患者呢，我们就光吃虫草；如果是肝脏病患者的话呢，我们就这三个跟我肾脏病一样同时用。那么，如果说心脏不好的话呢，我们这个藏红花可以多一点，啊。那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嗯、这个三个要配在一起的效果，嗯，你真的就觉得它是好。 有没有一些什么人群不适合用这个方子的呢？哎，这个血压高的病人，我们把西洋参的量要减少啊。哦、这个有出血的病人，我们把藏红花就不吃。嗯、那么虫草的话，无论哪一种病都是适合的。<们>那这样吧，我们也很难得，而且刚才呃王教授也讲了，因为王教授的这三味药品质很好，是很有保证的。嗯，所以而且是一煎。 嗯，第一煎煎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看汤色非常的浓啊，嗯，也可想它的疗效了啊。我们分给大家，让大家尝一尝。你来喝一杯啊？什么味道呀？呃，很清香啊，很清香，没有太多浓郁的味道，但是很就是很爽口，很爽口啊。有药味儿吗？没有。来听听这位女士的。我觉得那个我喝出来西洋参的味道比较重一点。对，嗯，应该一定是这样的。 西洋参呃特别容易出味儿啊，您、嗯、也喝了怎么样？嗯、这味道挺好，也不是说跟那个其他的中药味儿有个苦味儿，没有那个味道。嗯，哦、好。